在进行教学。不过呢，这个手拉胚从这个开始的起基座到这个完成，然后呢进去窑里面呢烧制完成，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今天呢，黄琦这个算是手拉胚的初体验呢，希望能够做出一个很棒的手碎叶花器，来搭配他的主打歌《手碎叶灰》。那我来问一下那个黄琦，你现在这个自己觉得那个有应该有点 feel 对不对？有点感觉对不对？觉得自己有没有一些慧根？还可以啦，就是对，越做越有心得的感觉。对，好像越做越高哈。对，好像越拉越高，快要变成那个花器界的姚明了。那我来问一下老师，对于那个黄琦这个今天的表现感觉怎么样？他是第一次哦，生平第一次在这个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这个手拉胚的一个初体验。老师，你觉得黄琦到目前为止表现的怎么样？有点紧张，可以放开手一说。可以放开手，可以转速，可以加快吗？可以去感觉一下，然后相当有会。其实我觉得这是萧煌奇的第一次，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表现，老师刚刚也赞誉有加，说呢就是用那种新的感觉去手的触感去感觉一下那个拉胚机跟那个陶土的感觉。 OK， 那我们现在这个差不多哦，我们这个话黄琦再拉出去就会拉到那个碰到天花板了哦，就会太高这样子。好，那可能就麻烦这个小二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机器可能先停一下下。 OK， 黄琦，你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手拉胚的陶土初体验，你觉得好玩吗？很好玩耶，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出更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没有想象，因为我很多东西是没有看过，然后也不晓得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凭感觉，然后去玩一个东西，其实是那个进步的空间会很大，然后想象的方向有很大。对，而且老师刚好给你偶漏哦，他说呢，你感觉是蛮有天分，蛮有慧根的。我只是紧张了一点。紧张了一点点，但是呢，放松就相信呢，后他日必成大器呀、啊。是的。OK。所以我以后可以来这里常常来这里。来这边打工。OK， 所以呢，老师在你的这个右手边也刚刚也制作了一个手碎叶灰的这个花器，我们可能麻烦老师小二老师把这个花器呢交到黄琦的手上来。OK， 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黄琦可以用手来感受一下。好，我们这个你那个刚刚那个我继续拉下去了，一个礼拜后就。是我刚刚做的啦。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又跳了一下，又是一个礼拜后了。这么厉害。一二三跳。好，又是一个礼拜后了，这个花器已经成型啦。那黄琦，你就觉得这是一个艺术之作，惊世之作。手碎叶灰，赞。耶、yeah, ，手碎叶灰赞。那当然，黄琦5月8号这个专辑就要来正式的发行哦。这个今天的最后。对于这个新专辑发行有什么样的期许，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创作都是一种生活的感想。那我觉得为什么叫熊碎灰呢？在各式各样生活当中表现非常好的，不管是梦想或追求爱情或追求事业，追求每一个生活最美的，我觉得它都是上水的花，熊碎灰。所以希望这张专辑呢，除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朋友会来听听看这样的闽南语歌。我觉得新的闽南语歌一直是我想要做给大家听的，然后也希望更多人可以欣赏新的闽南语的创作，好不好？好，没问题，谢谢黄琦，祝你这个专辑大卖喽。谢谢，感谢大家，这个再一次的感谢我们这个 Mad L2 的工作室，也这个谢谢我们的小二老师，谢谢。谢谢小二老师，好，谢谢。